号称花东最大绕境盛事玉里妈祖圣诞千秋文化祭，一连两天吸引了上千人参与。从白天到晚上，不只有众神出巡，今年还有花莲港天宫妈祖和玉里妈祖宫的妈祖双妈会。玉里黑虎爷庆赞妈祖晚间一连炮炸一个小时来庆妈祖，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国籍，都能够共襄盛举地方大事。天上烟火，地上鞭炮齐放，这是号称花东最大的绕境盛事。玉里妈祖圣诞千秋文化祭一连两天吸引了上千人参与，从白天到黑夜，不只有众神出巡，今年还有花莲港天宫妈祖与玉里妈祖宫妈祖双妈会。做的那个妈祖文化祭祈福绕境活动，看到的话就有各个有功的阵头啊，我们等一下圆环会给开放给信众任由他。今年除了双妈会之外，也特别邀请才刚刚成立的玉里黑虎爷庆赞妈祖，晚间一连炮炸一小时庆妈祖，吸引了不少信众围观。因为我们黑虎会为了庆祝妈祖，然后现在在圆环这边就是待会要接妈祖的銮轿，对，他也是给地方热闹啦，这样对整个地方盛世，就是我们大家黑虎会出一份心力，这样子祈求平安好运气。花东最大的绕境盛世玉里妈祖圣诞千秋文化盛大登场，从白天到黑夜，众神出巡，一年一度的祈福绕境成了男女老幼不分国籍都能共襄盛举的地方大事。记者高双双玉正采访报道。